哇 ，B 局就已经打到了第50了，哦哟，这个球取得尾接的精彩，再来一个老雷，有没有办法？哦哟，陈宇也拔接了下来，对，结果今天黄昌生跟潘俊文不管是在前场或者在后台的沟通都有一点状况了，是，都是出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两个都要驱人难，那边被点穴哟。好，红队现在马上把曹佑宁给换上来。彩佑宁就是红队的发球机器。是，推一点，有的推一点。哎呦！碰到，削到手出去。主审已经做出了裁判的手势了。陈宇，陈宇，耳朵打开。 调整一下，继续发球。曹佑宁的发球这样炮弹啊！哇，这球又很平啊！对啊，他擅长打平飞安打。过网了，哇，又探头球。小曹连续救了两次哦。潘俊伦被抓了，是连击。 其实红队做很好，就是他们在处理球的时候都比较不急不徐，3-0的开局。哇，太平了，直接挂网。洪轩的发球，这球发得很长哦，陈亮不错。来，准备，林回煌，这边被梅贤志挡回来。你毕竟是有打排球的底子的，嗯。 守得好，还有机会。哦，救起！啊，救！在4号位置，夏普阳在那边啊，吴一德选，吴善存再度上场。哇，好球！吴善存跳跳，捡起来了。哎呦，拦网！潘君伦，潘君伦的拦网。 中间想要攻他中路，结果逮个正着，是2-5，还是要3分落后。谢雨荣的发球，取得好。哇，结果打到中间，发球注意啊，接发球。哇，好球！不要！谢雨荣救得好，还有机会。 谢雨荣真的是救球很厉害耶！球，真的是不要球，蓝队的盾就是谢雨荣了。啊，被吹了，是连击。黄轩，这个小碎步，好球！哇，这个处理球。 哎呦，许德伟！一个假动作，球来了。目前蓝队6-8，2分落后。吴善存发球。谢雨荣的接球都非常的平稳啊。 洪轩的脚步都不是太好，汉军。现在新的球，夏普阳，哇，一个人包办了5分。是，现在夏普阳轮转到后排去了。准备。哇，夏普阳这一球很拼啊！蓝队陈宇的发球。 接发球并不是太理想，哇！一个快出手，像这么刺激的比数呢，真的是四季以来最精彩的排球赛了，三队的实力都非常的好。探头，这个探头球，哇！还没，哇！叶子玉来发球了。太小了，准备。黄轩撇斜线。 哎，谁来？好球！哦，拦网！哎呀，黄轩就是背对着网。
还要被抓了持球。还有机会哇！这一球进攻是往后面就去，是蓝队9-11，两分的落后，轮到了许刘卫的发球，非常平哦，这个，哇，这个举球真的蛮稳定的，哦，要接不要接？跳举哇，动作都出来了，传到他的后排，好球。小德同学杀到后排，精彩！好球！我们，这一球是敲了拦网，好球！又直接罚球得分，20球，13-12。好用你有这一招绝活就够用了。对，又是，还有没有机会？潘俊麟拿球回来，没，好修正球，哦，结果又太臭了。红队的机会来了，曹佑铭后排杀球，挂网，没有把他修下来。再来，成功了！曹佑铭在第二局，红队是以15-11拿了下来。虎洋，我跟你讲，今天你才是真的长大，好不好？有用脑哎！谢谢大家的照顾。我觉得我们太可惜，全部都是自己的失误，太可惜。我觉得他们的出错率真的很低，真的很低。比赛我们有好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承，要去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不好的那一部分。那我去修正，我就会让我自己都维持在一个好的，那才是球队这个团队里面我们需要依赖的那个力量。